厉害，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这首歌是2017年在韩国写的。哦，所以我飞去韩国新兵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啊，对对对，这坐坐飞机写一点点。那去韩国当然坐飞机啦，帮你坐飞机去呗。没有，当然想写一点点的，很有 feel 啊。啊，是吧？下雪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以为我真的笨蛋，我坐飞机去韩国，当然坐飞机，不然坐什么去？坐 taxi 去啊？可以坐船啊？坐船？真的吗？可以坐船去？去讲讲啊、你从这边，我从你离开千里之外，可以坐船去韩国啊？从我不懂从哪里来吧？你哥哥应该可以，你哥哥应该找到。还有这样子帮人家指路的哦。啊，从我不懂哪里呢，去很多地方在一起的，所以有新加坡来 ，you take a bus, you go up to KL, then go up to Bangkok, yeah, then from Bangkok you Bangkok over to what? Sit car also can lah, can lah, you drive, then Bangkok Thailand, then you go Vietnam, then China, then. Wow, now I really admit I same as this guy, also got no brain one. I admit I don't know if the car can go Korea. But by car you must go through North Korea first.所以你去Pyongyang跟Kim Jong-un讲hello的，下去吗？不是每天都可以去那边的。可以，现在可以去。可以，现在去这样子。有新加坡人去，我妹妹有去，我妹妹有去过。你妹妹去那边做什么？去旅游了。去找Kim Jong-un打过的。这种东西你们是有没有录下来？你们有录下来的话，尽量不要放在internet的。呀，我不知道的，那个Kim Jong什么？金钟棍，棍嘛啦，棍等下，那我去棍就行了。呀，你们不要乱放这些啊，我啊，金钟。不是，那时候他来新加坡，我跟他出去啊，我带他去住嘛。你跟他，你跟他住你啊？对，他很吃香，看起来像没吃香的。我真的是服了你，这种东西你都可以接的。可以，什么都可以接。我奇怪，你到底要接去哪里？原来这个东西你都可以接。我接了，你带我去哪里？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们讲，你们没有机会了的。他喜欢我很久了。是我一直没有给他机会 ，OK？ 你们要搞清楚 ，OK？哇什么？换我来，换什么？全部人都停了，你一个人哇什么？上来，你解释。你要拿那个牌一起上来，你要拿。来，上来。你。全部人都停了，来，呜，全部停了啊，全部塞了你，哇什么？上来讲。你跟我讲你哇什么？我想知道你哇什么？你不要上去，我下去你就讲了，来。你的牌拿着，那牌是没有用的。拿着，不要放，不要放。哎呦，你知道有多少人很想为难拉的时候？难道你们听他讲，很多人要我拉都没有拉，我拉你就要走 ？OK，Hello， 你好 ，Hello， 呀、yeah, ，OK， 来拿这个，马上要给大家看吧。对。对啊，来这边，哎呦。OK， 来 ，OK， 全部人都停了。你挂什么？你是被开麦给人家看的。我是接待啊，拐带。我们两个都是表演嘉宾，不要害我。已经很多人讨厌我了，我跟你讲啊，因为我每次讲他讲我，他们讲你不要这样坏，我没有讲这样啊，他们都不会红了。来。还拿着拿好好玩，哇！你的手插包盖了，哇！双手插口袋，帽子戴歪歪呀，是不是？开玩笑，你刚才就戴歪歪啊！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要戴这顶，没有戴到啊。你懂不懂他在跟你讲什么东西？你的刚才那声哇，现在呀，已经我们有 back plan 了啊！back plan 了，真的是 back plan 了啊！你解释，你喜欢 pose 什么？你跟我讲。你喜欢我，哇！你不懂你喜欢我，你的那个脸啊，好像小孩子不喜欢吃青菜，吃到青菜。OK， 跟他讲你喜欢什么？因为你打 toss 的牌，你一定要解释。OK， 对。toss 长这样，你喜欢他什么？你跟我讲。创作业是什么东西啊？对，
创作音乐厉害，还有嘞，帅，还有嘞，帅。OK， 我现在只有一个 advice 给你哈，你那个近视的那个度数又加深了，有没有？回去看医生。我操，这里有。啊，我已经可以了。哎，那个牌要拿好来，拿这样下去啊，大家要看到啊，因为你知道啊 ，toss 的，如果 toss 百年之后啊，前面那张就变照片了。哎OK 啊，这个有百年了、啊，百年那个时候至少有我们百年之后还要活几岁啊？对，啊，那我这种，活300够了呗。来，接下来唱歌，接下来我的，哎呦，惨了，我跟你讲，我的歌词忘记了。哎，如果我唱错歌词，你们就带过了啊，带过，呀，你们就是我唱对，如果唱错啊，你们讲没有听到啊？好，我们先去那个 mothership 跟他讲 unprofessional artist， 这个 song forget lyrics。OK， 这首歌叫做《思念》。哦，怎么来个上北腔，那个东北腔？OK， 思念是一把刀，好吧，送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也是一首网络歌曲，所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